自炸，吃掉。我不能在里面放铁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什么？你等下，我去把铁矿放。磕洞。有，你也要去啊。巧克力，你到底哪里有问题啊？除了智商以外，头脑还有哪里？这个都是巧克力的，还有嘴巴，我分给你耶。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巧克力的原料。你不要喷过来，我不想要。这可以做巧克力耶？你们在哪里呀？快点啦，等你好了就出来后门。哦，后门。我就时间。你以为你神走位吗？对啊，我没有弓箭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哎，明奈，你没有内裤，你露内裤。明奈没穿裤子，你露内裤。被揍了，讲这话被感觉像快吐，你知道吗？好恶心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不用了，就直接往。种子很恶心呐，不要一直吐巧克力啦。你是最爱巧克力，干嘛一直吐？你也是，不要一直吐啦。走了。走了。明奈，你好好笑。我们要往哪走？就这里哦。来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往下滑了。哎，有没有人带那个啊？明奈也要走，你有没有带火把？没有。有带两组。啊，我这里是海吗？没有，为什么要从这边往下往？再跑远一点的地方。刚回不来怎么办？回不来可以那个。什么？来做个门。好黑哦。欸，大家的门只有一个，掉了就死了。啊？什么？一个人的，因为在海，我们要在海里。你有没有拿门？有啊，在这里啊。哦，你有拿门就好了。你没拿门，你等下会死掉啊。是用火把阿静玩一个火把。你在干嘛、啊？那边有雪地耶。可以丢一根给我吗，阿静？在哪里？我在你正后方。我跟着明奈走。我刚喷你拿得到吗？这样拿得到，拿得到。嗯，好。你不用去那么下面了，好黑哦！天哪，怎么那么黑？我有啊！我的门在底下。南瓜还蛮深的，要不要在这里？我们还没出发，我们还没出发就有人死掉了。不能插火把、欸！南瓜灯那个不能插火把。铁有铁、啊，不行啊！他说南瓜灯要怎么弄啊？你又找到南瓜了？没有吗？啊，我们往前走好了。沙漠哎、欸！有那个仙人掌，好近哦！我们都没有走过来，完全就在前面而已。你自己一直走得到，对啊，都不能插火把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在海底会很暗，要用那个啦，还有甘蔗、南瓜灯要红石，红石有啊，一堆，这里好深啊、喔，这里超深的，这样先找到南瓜，南瓜很难找，真的還假的？南瓜很难找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南瓜在哪里、欸，好黑哦、喔。怎么好黑？你是在上面有没有好黑？这边有村庄哎、欸，哪里？这边有村，这边跟我走，这边在哪？你在哪啦？左边看，哎呦哎呦哎，有哎，快点，洗劫一空，拿剑，上啦，兄弟们，上啦、啊啊！我们是抢劫村庄，我们的位置，我们的第二个家，我找到了，好坏的勇者，他们是。沙子盖的、啊，米奈电后改、欸。我看到了，好杀！杀的、啊，可以猜他们上面那个颜色、啊。他们看到我们一直跑。米奈怎么会是建筑魂？只看到建材而已。我一直听到哈、欸，他们的农地完全都是空的、欸。我可以杀他吗？可以杀他。三个绿宝石换一个书柜、這個，一个绿宝石换一个荧光石、欸，怎么聊？怎么换啊？那荧光石去地狱拿就好啦。米奈，这是什么？过来。哈！我拆他的书柜啦。树，马铃薯。马铃薯，我没有马铃薯了。哈！要怎么跟他说话啊？啊！要怎么跟你说话啦、啊？按右，按你的右键啊！你没有带斧头。我用空手敲，空手达人。敲什么手？明天我没有马铃薯了。耶、yeah, ！可以带回家走。哎呦！胡萝卜，胡萝卜，有胡萝卜了。有红萝卜。来拆门，我要拆门。我把门都拆掉，我们就有很多门了。这样他们会不会怪物袭击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自己处理自己啊。我们不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吗？那我们用烟的好吧？马铃薯带走了他们的书柜。红萝卜，他们会不会自己把它送回去啊？种子都拿走了。啊，种子拿走了，劫一空了。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是盗贼哦！天啊，你们好恐怖、哦！我一个东西都没拿，然后你们全部都拿光了。我拿书柜了，有梯子。看，
我拿书没有梯子哎、欸，要不要拿梯子？有梯子、欸，下来就把梯子下來。梯子、欸，怎么这样啊？哎，我有一个没拿到。你是要把他们家拆了是不是啊？巧克力，我把他们有光，把他们光拆掉。我把明奈不是说到这个？哎、欸，这边有，这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这个？这个是什么材料？哎、欸，晚上嘞。这是什么材料？砖，就很棒啊！我打破他们家玻璃，傻眼！打破他们家玻璃，我们根本是跑好快，那个爆怎么跑那么快？刚冲的、欸，平滑杀死，我把他家玻璃打破，再狂冲。打破他家玻璃，快点！对，把火把打破，他们会狂冲哦。他很黑暗，火把绿宝石、哦，他们要去亮的地方。谁要换啊？那打他们会怎样？十九位小麦换一个绿宝石。有，哎、欸，那听起来不错哎、欸，这个要留。这个、哦，这个、啊，这个还不错。什么东西？十九个小麦换一个绿宝石。欸、那我们那我们要保护他们，那我们保护他们。为什么他有私人农田？为什么？我们保护他。你不要拆他家，你说要保留着他，你拆他家，保护他，留着他跟拆他家是两回事啊。要保护他，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我把他关起来，我把他关起来，好，我把爸爸关起来。哎、欸，你要做、有僵尸、欸，有僵尸，有僵尸，不能让他们咬到。保护森林，保护森林，哎、欸，让僵尸被咬看看。啊，看到僵尸，有僵尸，他撞门，他撞门了。哪一扇门？哪一扇门？哦，看到，這個、金装僵尸。啊，不对，金装骷髅弓箭手，哎、欸，杀他！哦，金装啊！我要金装啊！一个人打、啊，哎呦，会分、yeah. 有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有拿到弓箭，但是我没有弓哎、欸。这边有三只哎、欸，绿宝石米干，拿点仙人掌回家。哎、欸，不是要拆这个吗？我帮你们拆啊。哎、欸，煤炭换绿宝石，这边 OK。煤炭换绿宝石，哪一个？划算，划算。有饼干或气泡，其他人要杀、欸。我帮你们拆啊，杀也没用啊，就留着吧。你们不是很想？没有铁匠铺哦。哎、欸，你们最喜欢这个对不对？我帮你们搭拆一拆啊，反正要玩大家一起来嘛。没有铁匠铺哦。巧克力，你知道他加快没东西了吗？你可以不要待在这里吗？我帮他开一点洞，给他一点空气。可怜哦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我们要把它保留住。好啦，这样可以吗？给他一点就是造型这样。他乱冲了，你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。像我这个已经不会乱冲。是有光的地方，因为他出不去了。欸、这有好多 bug 卡在这边哦、喔欸。有一个十二本书跟肌肉可以换的、欸。不划算，肌肉太多了。十二本书的那个啦，这个煤炭换绿宝石。书也不好做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多怪物、喔。把他们保留起来。哎，他关在密室里面。呀。对，把他们关起来就可以了。到底是谁在拆楼梯啊？我走楼梯一直掉下来，好恐怖哦！明奈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在拆石板。哎、欸，一条线还少一条，我要线，我要线，哦哦哦，好多僵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好多僵尸、喔！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，好多僵尸哦、喔！在哪里？哪里？在这里。啊、他们变成村民了，他们变成 no， 他们被吃了，被吃了，哪里？我剩一颗血，我剩一颗血，不要射我，骷髅弓箭手，我们的烟花了，哎、欸，他们要咬村民，他们要咬村民，我死了，这里是哪？你直接踢，哎、欸，我可以，我要吸收他的残骸，我什么都没了，你不是把他，对，僵尸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了，后面、啊、后面阿金后面。你把他包住了吗？你把他包住了吗？等一下，还有苦力怕。等一下，这个村庄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已经有白了。那个村庄其实是怪物扮的诱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就过去，他们就围过来。我把一些比较好的村民保护起来，用石头。有，我也有。有僵尸还破门，他僵尸咬，再咬了，进去咬了。哎、欸，这边石头好多。这根本是诱饵、欸，我们引进去了。要保护这只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刚刚有僵尸跑进去了？等一下，你出来，我要把它堵住。包这只，你们在哪？你们在哪？被僵尸跳了进去。在远方。哎、欸，我要把 X 有一些东西。为什么沙漠那么亮亮的、啊？为什么 X 有身上那么多垃圾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们去看看。哎、欸，我身上胡萝卜有捡到吗？有，我有袋子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你说什么亮亮的？哎、欸，有人在敲门哦。哎、欸，有敲不是？那是破门。那边，那边。哪边？你想看我干嘛？我就向前冲。后面，后面。得向前冲。
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帮他开门，帮他开门，帮他开门。不要怕，我来了。好，帮他开门。不要再把门打出来吗？帮他开门，好啊。然后我就走这边门，帮他开门 ，OK 啊 ，OK， 帮他开门 ，OK。这个东西。要跑。怎么了？这两只是不是一样的？嗯耶。你不是说不好，不好的就不用理他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、啊。一把剑。他们好吵、哦，我觉得好难过哦。啊，木剑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带木剑跟石剑都有带。哎、欸，我发到古力怕、欸、怎么办？而且我手上没有武器，有木材吗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！还有什么花？蜘蛛眼？干嘛？豆？水桶？把古力怕打过来，然后我就爆炸了。姐，这样就够了。你又不会死。你要离开、啊？谁、欸、在后面？后面有僵尸。哎、欸，僵尸，僵尸在杀村民，僵尸在杀村民、啊！给他吃，给他吃，给他吃，给他吃哦，好吧。为什么？给他吃啊！不要一直打僵尸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要给他吃啦？因为僵尸留着、啊，他们留着也没用啊。反正你们要留的都不都留下来了吗？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、啊。屠完村要走了。我们要继续往前走、啊。屠完村就走了。啊，屠村。前面还有什么？前面还有苦力怕啊！有点食物吗？说不定前面还有东西。Game 你右手边还有别的遗迹。哎、欸，苦力怕走过来了。给我们一把，金字塔，真的、哦，好想推给我们一把啊、哦！给我们帮我捡一下东西，哪里啊？我东西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在淹水？你要食物，我给你。这也是刚刚有人掉出来的吧？啊？为什么捡到沙子？哦，有饼干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啊？走啦走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可是我没有火把、欸，我们要去海底冒险，不是来村庄。哎、欸，早上看有没有遗迹吗？金字塔啊！啊，为什么？金字塔底下有 TNT 可以拿到。我觉得我们这群还是不要拿到 TNT 好，就好危险哦。我觉得我把自己家。那我们回家就爆了。有 Enderman 啊，在哪里？那我们来屠 Enderman 好不好？看谁先死。在明奈前面，还有好多怪哦。屠 Enderman 好像有。右边有三苦力怕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天啊，这边好多怪哦、喔！你快去啊！勇者们，上！不要走太远了，我在插火吧。Enderman 杀！我们就上。苦力怕来了，苦力怕来了。最帅，好多苦力怕！我后面有一些朋友，我带一些朋友给你们。好多！大家一起坐啊，一起坐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啊！我掉进。被推进悬崖，你掉进哪？你先走个坑，聊个天，阿谦。好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有看到吗？一个洞而已，一个洞。等一下。你们有人看到吗？一个洞，然后很深很深。哇！他把自己队友炸飞了。快捡东西，捡东西！超雷的队友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看到了。明奈，你小心！明奈，小心！根本在那个洞里面。走，快走！天魔怎么在那个洞里面？为什么那个死了？我摔死了。为什么会那么深的洞？你为什么要自己下去？我不知道啊，天然洞窟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挖下去看看，快点。是这个洞啊。好深哦，真的嘛？一个很细、很长、很深的，对，这很像人工挖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人工挖的很恐怖哎，感觉很好玩。我们要下去吗？可是我想要去那边挖沙子很危险。对啊，在那边挖沙子很危险。快天亮了，快天亮了，在这边挖沙子很危险，你们要小心哦。我总觉得你一直在挖我脚底下的沙子。我要喷腐肉给你。巧克力还有一个，巧克力要小心哦。你后面有僵尸哦，小克力，而且是村民僵尸哦。欸，真的，欸，把他推下去，把他推下去。你要空手把他打下去。早上啊，早上他们要烧起来了，全部都要烧起来。不要打我啦！你有没有要下去捡 Game 的骨吗 ？Game 也没什么骨吧 ？Game 也没东西啊，他那个什么？欸，这个是什么石啊？欸，好深哦。小克力，你现在站的是什么？哦、他们都烧起来了，大砖，尾刀，尖尾刀，尖尾刀，哦，是悬崖诶、欸。村民烧起来了，为什么？村民烧起来啊！僵尸村民，僵尸烧起来，然后碰到村民，然后村民就跟着烧起来。有办法下去吗？看旁边，你要不要自己下去？我在看在哪里啊？那很像那个，很像峡谷。我居然记得，好厉害！我看到雪地嘞。重点是你下去有没有意义啊？你下去如果没有你要的东西，我们干嘛大费周章下去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可以走啦。我刚给你的东西都不值得一提，就是一些石头，是峡谷的工具啊，我的基本工具。明奈上来，明奈上来。雪地耶，我们要绕过去。啊、我刚就说有雪地啊，洞在哪里？我要看，我要看。我刚才怎么掉进去？好深哦、喔！
哪里哪里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叫撞仙人掌。那边啊，那边啊，那边不是很多洞。这里我们来撞仙人掌，快点！哦，超深的，撞去撞仙人掌，快撞！我到底怎么掉进去的、啊？仙人掌，仙人掌，冲！该回来了，该。为什么被我撞倒了？你明明就偷打。算了，放弃，放弃。有血了，有血了，哇哈！有血要干嘛？这里应该有血。有海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挖血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雪可以做雪人，要有南瓜。我们要到了。有甘蔗，甘蔗，甘蔗。走开。需要多的木门。啊！丢雪球。这我就不要丢啊！我们要看 PVP 耶、欸。谁在丢？不要再丢雪球了，够了。又有狼了。他这边有。我听到这样子的声音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哎、欸，这边有一条好长好深的洞哦。哦。哪里？我电脑好像荡荡的，聊天室跑不出来。没有，有时候聊天室是那个他那个的关系。哦。在哪里啊？哎哎哎哎！对、欸，没动了。我需要一点木材、哦。没东西，里面没东西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完。我没有铲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多的。没有哎、欸。不要再丢了。往前看还有什么啦？欸，会死掉吗？不会不会，雪球没有拿。会会会吗？会。雪球会爆装，要丢很久。要丢很久，这听起来很难过，丢很久。会爆装哦。哎哎哎哎哎，来慢慢丢，慢慢丢，站在那里丢。你为什么要扔他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没损血。你们加油。没损血。好多哦！为什么？他拿狙击手，你怎么拿刀砍他、啊？有够没品！是雪球，是雪球，有够没品！